请相信你真的可以让生命变得更美丽，给自己多一点点勇气，多一点点肯定，天总会放晴。请相信你真的可以把幻想带给更多家庭，快乐是多一点点分享，多一点正能量，川流不间断。每一个小声音载满了欢喜，藏进你心里，为你写下不羁，让爱乘着声音，风雨不畏惧，爱没有边际，为善积了不停。哇，剪的头发很有精神啊，很清凉爽快啊，谢谢善记，很有爱心。头发剪短了很开心，剪了头发很年轻，谢谢善记的爱心。感恩善记提供这个义工的服务，让我能够看了医生还有可以修饰我的头发，感恩。感恩善记剪头发，感恩善记剪得美美了，谢谢主持，感恩善记头发修得好好，谢谢。现在我剪的头发很开心，感谢善记医师，感谢善记剪头发很开心，头发剪得很开心，开心，感恩善记。谢谢主席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剪多少剪头发，感谢上帝，我们老人家非常好，非常的感谢，谢谢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这些老人家剪头发、看诊免费，很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非常感恩上帝，让我们年上的年龄的免费剪头发，谢谢你们。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到上帝啊，我感谢啊上帝。所有的员工还有我们的主席我做了我的治疗，今天也做了 clean 啊，我的针灸，还有剪了这个头发，我很开心一站式的，所以对我们这里真的的居民真的是有很大的益处，谢谢你主席给我们这个好方便的服务，谢谢你。